大的年龄大概在74岁，最小的年龄现在都在50岁，都是退休的工人，还有的是大学的老师，还有反正各行各业都有，公安警察啦，这产业工人啦，大部分都是产业工人多。 冰球啊，这种运动呢，它是一个技能性对抗的一个活动，它对一个身体的要求各方面都还比较高。像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讲，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在活动，头脑啊、反应力啊等等这些啊，都有。今年66了，退休了6年，就是爱好这项运动吧，就上去跟那玩玩，和大伙这些老头在一堆凑凑热闹。